听说这款老花眼镜最近很红，一直出现在 FB 上。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款老花眼镜到底有多神奇，到底是在红什么。这个经典款系列的老花眼镜一共有三个颜色，我买的是黑色款，眼镜配有九个度数，从100度至300度，25度为一个度数起跳。首先第一眼就可以察觉得到这款眼镜的不同之处，在于它的镜角。它的镜角比起其他的眼镜要特别的长，网上的资料显示，这是为了方便使用者在用完眼镜后可以直接挂在脖子上而设计的，这样就可以大大的降低随手乱放的风险。而且眼镜的材质也不一般哦，是耐咬的 T290 超韧性塑胶，无论怎样咬都不容易折断。还有我才发现哦，它的里面是有内置弹簧的，就是稍微用力扯或者往外咬也不用担心断裂。最后一点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注意到吗，它的镜片和其他眼镜的镜片是不同的，它采用的是高清的平面镜片，这样的设计就会让我在佩戴的时候不会晕，看东西也会比较舒服。这次的网购开箱真的有惊艳到我，简直是性价比满满，真心推荐在寻找老花眼镜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是看看这款老花眼镜，真的物超所值。